当时有一个大楼发生了火灾，有一个小孩被困在了大楼里面。迪迦和赛罗身为奥特消防员前去营救，可是火势太大了，他们找不到出路了。赛罗叔叔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我好害怕。孩子你放心，不管如何我们都会救你出去的。迪迦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逃出去？有倒是有，只不过……只不过什么？你说啊。赛罗，你在这里保护好孩子，我去去就来。迪迦为了赛罗和孩子的安全，自己一个人走进了火海。他用自己所有的能量把大楼的墙壁给打出了一条出路。孩子，你迪迦叔叔成功了，大楼被打穿了，咱们终于有救了。迪迦，咱们快走。迪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赛罗，你带着孩子先走，我随后就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开什么玩笑，要走一起走，赶紧起来和我们一起走啊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已经动不了了，我的能量已经耗尽，身体已经被大火烧毁了，现在大楼马上倒塌，你快走，不要。告诉了赛罗，是你的表演。而我气势如虹，大地撼动，光之大英雄，佐菲泰罗和迪迦，初代赛文和戴娜，杰克艾斯和盖亚，托雷基亚风马泰加，泰塔斯和贝利亚，刘艾迪和泽塔，杰德塞罗诺亚雷杰多塞加。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歌了，赛罗，你的愿望已经实现，迪迦已经复活了。我怎么复活了？迪迦，我的好兄弟，欢迎回来。